踩灯，敢不敢去超市睡觉？不被发现也不是不可以。别动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伊德，今天我就要挑战在超市里面度过一个晚上。当然，我是跟老板沟通过的，千万不要模仿。你看，都是零食。如果晚上我真的是 OK 的话，我可以随便吃。先去找一下哪里可以藏。这地方太明显了，这里的空间整体就比较广。零食。从外面不可能看得到我的，你们看一下。8:45，我们就先在这个里面躲一会儿。等会儿。Later。好热哦，你看，都是汗。又来了，又走了。我的妈呀，我有点紧张，各位。9:30。不知道他们这里有没有安保，我先出去看一下。我觉得灯还是亮着的。关掉了，我的妈呀！我看到人了。走了。这地方锁了，他们也锁了，所以他是已经走了吗 ？Hello。完全没有人了，这个都开着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客服中心。这是这里的结构图，这里而且还有打印机，我把这个打印出来。有了这张图，不就是拿着攻略玩游戏吗？欢迎光临。吓我一跳，整个超市现在一个人都没有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这里的面包好香啊！哇塞，冰淇淋也都是。这个地方就是仓库，我今天就准备睡在这个里面，根据这个结构图采集一些东西。不会有人跟你抢着买单，不会有人来打扰你，也不会有推销，整个一片你是王。啊，这个有点奇怪，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子逛超市的？去搞一些零食，这个可以来一点。这里有巧克力。就有人购物是这样购物的吗？我就感觉我自己像个贼，你们知道吗？进入了超市开始扫荡。还有薯片，去买一些花露水。洗面奶正好也缺六升。晚上逛超市的感觉太奇怪。洗脸巾，搞定，我看看能不能去结个账。哇，真可以，完全 OK， 全部扫上了。哇，可以啊，87.7，这上面也是扣了87.7。不用了，仓库太爽，各位。铺硬纸板睡在地上，哇，完美！地比较硬，硬纸板会稍微让我舒服一点，这样感觉温馨多了。啊，我的妈，太爽了！哇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明天几点钟上班啊。现在是12:57，花了87元在超市里面睡了一觉，并且还有那么多东西吃啊，整体来说还是挺划算的。跑了一天，实在太累了。逛超市的时候，因为里面没有空调了，特别的热，吃点薯片。这种环境啊，对我来说比较有安全感。我很讨厌特别空旷的地方，我就喜欢窝在那种角落里面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？你看，这里是死路，躺着的就是一个超市的仓库，私密性足够，爽。我现在很开心。说身上了。我还买了个洗面奶，不太想洗脸，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也无所谓刷牙洗脸了。我也应该睡觉了，我就感觉我活在了一个食品堆里面。这里应该不会有老鼠吧？1:35，晚安，巴卡巴卡。9:43，哇，腰疼，睡得我好困啊！出去看一下。
现在我已经走出来，早上真的紧张的汗都出来了。那个灯一开，我真的吓死了。昨天晚上零元购的感觉啊，感觉很爽。当然我不是真的零元购，整个超市就只有我一个人。昨天晚上睡觉腰有点不舒服，但是能睡在硬纸板上面已经算幸福的了。1点多钟睡的，我才睡了5个多小时。还有什么想我去做调整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拜拜。我的世界都崩塌了，火车站门没有动了，都是铁。